你可以留下你不想吃的东西，留在你自己的盘子里。嗯。不，爸爸猪，留在你自己的盘子里。嗯。绿色蔬菜很有营养。嗯。也许有一天你们会喜欢它们的。对我来说，土豆是我的最爱。美味的土豆。西红柿最好吃了，尤其是和米饭混在一起。您恶心。